确定，其实还不确定，只是四目相对有心机，不见你会想你，在人群中找你，找到话又假装不看你。他们说你有点坏，追你的女生都很伤心，可是我永不会追，我要让你忍不住动心。要保持美丽，忽远又忽近，不能随意心殷勤，要想你讨半甜美，阅读过多数据，充实自己更完美。不是每一次的约会你约我就出现，不是每一通的电话你打来我都被接，爱情不是投入越快就可以收获更多，喜欢被你送到家门，但不能请你喝咖啡。